大家好，大家睇紧嘅系丰泽产品 GPS， 我系导航员市场推广部嘅 Lowell， 今日同大家导航咧个飞利浦 Hue 采光蓝牙灯泡入门套装 E27。一个好嘅灯泡绝对可以帮你喺屋企除咗增添光源之外，仲可以喺唔同嘅时间营造出适合工作、休闲或者休息嘅灯光。一齐同大家睇下。这个飞利浦 Hue 采光蓝牙灯泡入门套装 E27 包含三个采光智能灯泡和一个 Hue Bridge， 可以由暖色到冷色智能调光，范围内超过50000种光色，营造恰当的灯光和气氛。而智能彩色光它拥有1600000种颜色，可以轻松切换家居气氛，为你打造理想的空间。通过 Hue Sync 应用程式和 Hue Bridge 可以打造出不同的娱乐气氛。在飞利浦 Hue 灯光之下，看戏或者打机，灯光都会随着颜色和节奏而变化灯效的。而智能家居自动控制中心 Hue Bridge 是个人飞利浦 Hue 智能照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作为控制中枢，它可以同智能灯泡 Hue 应用程序通讯，确保一切顺畅协调运行。另外，它还支持制定例行程序和计时器等等智能家居自动化功能的。今集丰泽产品 GPS 就来到这里啦。今日为大家介绍的是飞利浦 Hue 采光蓝牙灯光入门套装 E27。有兴趣知多啲嘅朋友可以上丰泽网站，同埋记住 download 丰泽手机 app。当然可以去门市揾我哋嘅同事了解更加多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